们接下来要欢迎所有的队员要入场了。好，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他们。他们应该也等得挺。哦，他在这里入场吗？入场。对，我们看。你们刚刚入场，我也都在看着。是吗？所以你刚刚看到我有坐小木马吗？你当然，我一直在喊你，别给我坐，那是我要给队员坐的，你别给我坐坏。哦，哎，这个我，你看我腿太长了，放不上去。哦，对，要摆 pose 是吗？对对对对对 ，I love dance 这样的 pose。哦 ，I love， 那是给队员做的好吗？各位助理人，不要跟队员抢木马，你要坐坏了怎么办？我现在不动了，不动了，怎么会这样呢？了不起舞社初考核正式开始。哇哦，真的很紧张，我要对，我很紧张。来，第一组。我的妈呀，好少女啊！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欢迎，请你们选择一个数字作为你在舞社的编号，这个编号将伴随你们整季节目。这个是那个入场顺序吗？就是表演顺序吗？不是。啊。选一个你们喜欢的数字。不是啊，选一个喜欢的。那我选9，我喜欢8。八嘛，它肯定有用处。OK， 请你们到签到墙上画下你们的自画像。画这个。哦，我要画粉色的。我画这个。我跟你说，从来没当过。确定吗？我觉得这个，这有点虚啊。自画像，哎，画吧。我好难看呢，我给自己画的，怎么办啊？我还画这么中间。啊，好了，走。然后去哪？好，接下来这个舞社将是未来3个月你们在一起生活和练舞的地方，请你们尽情的参观吧。哎，这那个我看了，这可以做吗？我要做画了，赔不赔钱呢？不赔不赔。可以做吗？他说了，反正就3个月，反正就。赔没有钱，哎，他说什么？完全旁若无人哎。嗨，那边的朋友。嗨，大家在创作。已经吃上了，一会儿可以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好的呢，导游。他们没有那么紧张，可能是我们想的，他们太紧张了。我觉得我比他紧张。对，我也是。一共几个？我们可以把它做齐了，来，做齐了，哇，做，像人家那种拍 MV， 没错了，来坐坐，谁啊？把 C 位画了，啊，你们画画怎么那么好啊？我不会画画耶，很尴尬，搞学前的我画不好，我这10个辫子怎么画呀？哦，画十根。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请坐。好的，就这样吗？嗯，其实也就是你想做就做了。哎，你这个人很淑女。我好久没有玩这个了哦。耶、yeah, ，Let's go！ 哇、wow ，没有眼睛。嗯、Hello 。没有。好可爱你，王君君心心，哎，你不是中国人？嗯，对，日本人。哦，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可爱，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嗯，优越，嗯，优越，优越，啊，中文的名字。他选了1号。日本的名字是Haruna。都可以。私は。メイと申します。で、わ、お茶のポイントは、この妖精耳です。お、耳？耳朵吗？耳朵。好。哎，小心。哦哦哦，頑張りましょう。頑張りましょう。一起加油。すごい。すごい。
そうですね。他应该全部的日文都已经说出来了。好，休息一下。OK OK 的 OK。但是你的那一句很好，我们一起加油，这么加油。頑張り together。頑張りましょう。ましょう。頑張りましょう。哇，他们那个好帅呀、啊！哇，人家那才叫战士啊！这也太少女了。好少女、啊，我觉得我们的专格格不入，就是在这里，仿佛稍显局促。我好想做啊！你倒是挺适合的，很适合你。嘿，哎呀，重吗？哎，正好。咱就是往上上，我觉得就是很局促，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刚刚说的就是因为要想要缓解大家在这个摸底考核里面，不希望他们因为紧张影响了自己的发挥。我们除了有刚刚那个心愿的那个小卡之外，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大概中间我想要穿插五个小游戏，就是每一次的那个就是这个考核告一段落，大家可以玩个小游戏，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礼品、小礼物给大家，那个缓解一下那个紧张的气氛这样子。好，所以我这边有几张这个游戏卡。我希望大家可以设计几个小游戏给大家。哦，哇哦！呀呀呀！大家可以把你们希望跟大家玩的小游戏写在上面。好，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抽签。小游戏。心口不一汉字怎么写呢？你前面写没关系，就讲。这个是对吗？心口不一。我说的嘴吗？哎，那他的是好可爱，他心口不一，中间还有一个那个一横杠。OK。所以心口跟不一是分开的。嗯，对吗？对对对对对。没关系，先不用报出来，待会这个留点神秘感，他就知道了。直接交给你就可以了。对，我们待会会抽签的，谢谢大家。嗯。好的，我们进入了第一个这个。玩游戏的环节，让大家缓解一下情绪。什么游戏？什么游戏？我们有请第一个给大家带来游戏的战斗老师。OK， 我准备了游戏是舞蹈接力。接力，能不能玩一些不关于舞蹈的呀？那个规则是，比如一个人走四个，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之后第二个人是五六七八是新的刚刚他做的变为一二三四之后的五六七八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明白吗这样要考这动作然后哇那到后面就后面是谁记得那到最后一个不就一整支舞了吗所以越后面的要记得越多对吧对哇哦然后如果忘记了的人，洗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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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人是赢的。OK。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都不游戏。在开始之前，再讲一下，这一次这本来应该是轻松的小游戏，感觉有点像考题啊。大家不要太沮丧，留到最后的那一个可以得到赞多老师提供的小礼物。啊，对。那刚刚考核通过的同学们，请先出来。啊！吓死我了，是他们。这样，大家都不要谦让了，我要做第一个，快让！速速离开，我要做第二个。老师哪边是第一个呀？大家都抢第一个，因为动作最快。小刀开始第一个跳动作，然后你来决定是先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好，来吧，简单点，简单点，把动作变得简单点。5 6 7 8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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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2, 3, 4, OK。OK， 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5, 6, 7, go！ 1, 2, 3, 4, 5, 6，啊，这个可以。可以。5, 6, 7, go！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OK。不错，玩得下去，玩得下去。5, 6, 7, 8 5, 6, 7, 8 哦，赞，哇，转了一圈又 OK 好 5, 6, 7, 8 1, 2, 3, 4 辛苦啦。这个是我这个团体的歌，你们知道 Kickback 吗？ Yeah。 对，所以我先告诉你们这个副歌，然后看你的速记能力。好，加油！ The first, you know, the song is like we gonna kick back. So the first one is lik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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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然后我希望你可以加这个 pop， kick， We gonna kick， and then back。然后我希望有这个 boom， 然后再做这个一遍 5, 6, 7 gonna kick back， we gonna kick back， 然后是这个是这样的，我希望Can you speak English? Yeah. So you know when you do like the shuffle, at the same time I want you to like roll your ha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like don't just roll your hands. Use like this part of your body to just like 这样的。我们很快啊 ，OK， you guys remember it？ Yeah。OK， so 5, 6, 7 gonna kick back， we gonna kick back， we gonna did。It's like 1, 2 times， and then you're gonna hit 2 times， and then you're gonna hit 2 times。Two hit and then a little kick. Bam, bam, ka, ka. So in this part, I want it to be like da, 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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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可以吗？可以。OK. And after you 2 times, it's going to be down and then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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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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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And double hit. And if you 如果你 remember 这个动作的话，你可以 freely just like add your own accent, make into your own style.
But the basic move you had to make is like the same. It had to be the same. Okay? Okay. 我们可以从头一遍再 music 吗？一起跳还是你们一起？一起一起。加油！辛苦了。但是你们，我觉得你们学得很快。谢谢。你可以加自己的这个 accent 都可以。我先记住就可以了。好的。keep back。我跳错了。是怎么？应该能 kick 的这大 ，yep。kick 我为了你们，我。kick back one and two and high and high and kick。好的。OK， 加油。好的 ，Let's go。好的，加油！这样的。然后，谢谢老师，辛苦了。不好意思。嗨。怎么说呢，我今天看全部的字吧，然后呢我想给你们说更加油。 Hip Hop 是不信最难的风格，最难的编舞吧，但是他们的作品是所以哇这样对我是很焦心，因为他们的基本功呀，他们的舞蹈的借力也很好。好，那今天呢齐聚大家在这边呢，我们是有任务要做的。那在过去之前呢，他们其实百忙之中也都有各自录了一个台舞的小小的 vlog、okay. 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就过去、oh. 好吗？ Okay, 好，期待。哈喽大家好，我是美不止一种定义的队长，美不止一种定义。今天是我们成立这个团队之后训练的第三天、哦、然后我们现在的进度呢已经把所有的舞蹈学完了，正在刻动作、嗯、然后明天迎接我们的考核。真的很好笑、哦、那个新蕊是不是？嗯，就是那个丛林，对，丛林感的那位，丛林感十足的那位。但是这个十足呢是盲目，咱们就是说自信一点。具体原因让我们回到第二天训练。舞太累，就是体力支撑不了完全。哇，对，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那个伴儿。哈哈哈哈哈。哎，那不是那个节奏什么的，就是那个伴儿。没有表情了，中间没有表情了。我觉得现在我们组最大的技能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是跳 hip hop 或者哪怕 urban 跳 urban 的都没有。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去抠啊，去抠动作，或者去练习，对，练习我们的伴儿就没有一个标准，其实会有一个，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就是那个视频里面的老师，那个老师挺棒的，对，然后他又不在，他没办法教我们，现在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的摸索，起码对，我靠自己的印象，这个动作我的印象里面他以前可能是什么样子，去拍，其实还是挺困难的，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就希望我们能够跳整齐些嘛。哦，对，因为自己扒就蛮难的。哇，所以今天要看他们的这个，可能也可以微调吧。他们的队长如果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楚，或是大家这是在，他们也许可以小小做调整吧，也许。在经过了一晚上的调整后，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应该是脚朵花。啊，开心的样子。
状态好很多啊。嗯嗯。然后明天就是等待导师给我们来看我们舞蹈的进行一个小的哇，所以有没有现在跟我们喊话了是吧？有没有跟我们喊话了？有没有谁有？哇！必须有，必须有，必须有。然后请期待我们组，我们会带来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明天请看我们的装扮，绝对是。So beautiful, so perfect. 哇，他们连装扮都有准备呢。好，我们最后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花。来，西西，我是那个彼岸花。还有什么花？彼岸花。彼岸花。那个制作手势。我是那个小雏菊。来，像小雏菊。来，美女。我是那个白玉兰。哇、我是那个红梅花。我是那个向日葵。我是那朵玫瑰。我是那朵腊八花。腊八花，他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好，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他蛮适合做队长的耶。他带动大家的正能量特别好。然后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会得第一名哦，再见。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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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这一组是美不止一种定义。好，那下一组，下一组是。下一组我们要看国风组。哦，自带自带自带。来看一下国风组的 vlog。哦，哇！好呢，我们已经训练了这么多天了，接下来呢，我们队想给大家炫耀一个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三二一，站！我们的训练成果，性感小膝盖，我们的辛苦都写在了哪里？膝盖上。当然不是，有外伤也有内伤。值不值呢？值。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学生芭比队。接下来要请，敬请期待，敬请期待。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多说的，多说的，我这就是 we don't care。我们只需要加油。我们不需要拿第一，我们只需要赢。完了，谢谢，好厉害，好厉害！我们接下来一个五六七，嘿，这样，五六七，嘿，再来一次，五六七，嘿。Okay, let's go. Hello, 你们好，欢迎光临布布波波。好多呀，哎呀！布布，布布啊，他听得懂布布握手。布布啊，他是名字布布。布布，老师养猫吗？我有两只。两只什么猫啊？什么猫啊？我给你看照片吧。这个是我的猫啊，暹罗猫，暹罗猫，还有这个阿比西尼安，哇，它很可爱，它真的好可爱哦，它好温柔啊，它就轻轻的就把它叼过来。哎，这只来了，我喜欢它，你看它跟我很好，它一直在跟我。它谁又吃的跟谁好，好吗？好臭啊！啊 ，no no no， 我这里屎是最多的，那边是中奖中比较大的。啊！这里为什么会这么多？太多了。
我这里都没有什么，怎么有点失落？对，不过瘾，感觉在炒菜。好了，垃圾的话丢在这个垃圾桶里就可以了。好的，好，我们炒菜炒好了，给他们上过去吧。哦，你们觉得他们可以来了吗？我觉得可以了，可以回来了。Hello， 陈晓老师，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猫了。好的，好呀，好呀。哦，你可以留在这。把它推进去。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有猫咪的小梳子，你们可以帮它梳梳毛。老师，你们家的猫叫什么名字呀？驴。驴？不是驴。驴。危险。驴。驴。驴。哦。Leon。Leon。对。它好舒服，它好享受啊。对，这个沉浸梳毛中啊。您这样帮它梳，它等一会儿梳下来的毛是可以做羊毛毡的。啊。但它的毛没有很多，可以多梳几只，长毛猫可能会多一点。我要找一只毛量丰厚的。来了来了，两位技师为你服务。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羊毛毡。羊毛毡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种纺织品。我们先拿出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颜色，我们拿一卷，差不多是手臂的这个长度。然后呢，我们像这样子把它卷起来，卷的时候呢，哎，把它包这样子一点点给它包进去。我们，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原理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针上面有很多小的那种倒钩，它靠这个倒钩一点点把它勾在一起。这个扎的过程中呢，给它使一个力道，它就会定型。如果我们想让它变圆的话，要不停地换方向去戳它。OK， 这还挺解压的，很解压。哦，我的有一点点圆。哇，小小老师怎么戳那么圆的？不知道，专业的，戳一戳就圆吗？哎，可以稍微用点力啊，我们每一下力道要差不多。你擅长的呀，用力。为什么我戳出来是方的？有点。你这个不细致的女人，是不是有点方啊？你帮我看一眼，看不下去了，是不是有点方啊？你这里戳一戳呀。嗯，明白了 ，get 到了。不像猫，我觉得。哼，等一下，因为它没有耳朵。但是这个不是不是有一点猫的感觉？像那个宫崎骏里面的煤球儿啊！我知道。我们基本上这个大概的形体的话也戳的差不多了啊。然后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拿了一对眼睛，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装眼睛了啊。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队员展示才华的环节哦。现在就开始大家的才艺表演。那么第一组表演的关键词是我们就是火，表演者杨诗雨。哇哦！
哇，她的衣服都好美呀、啊！来宣传拉丁的这姐姐，拉丁推广大使，这气质、啊，这个男舞万绝了。前天我昨天看到他，呀姐口水擦擦呢。姐，姐我们后正常点，你正常一点，正常点，有点 over 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杨诗雨和她搭档，感谢两位，谢谢。那边的哥哥想哭，老去了吧，舞伴儿，舞伴儿好惨，好可怜。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就是。非常开心能够在了不起舞社，然后能够完成一个纯正的一个拉丁舞台，非常感谢大家。然后这位是我非常优秀的男舞伴，然后也非常的帅气，叫于俊杰。对，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杨诗雨和他搭档老师，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太美了，我爱了。那么接下来下一组的关键词是你想和我 battle 吗？有请优越芭比。他俩要 battle。哇，好帅，太帅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This is Haluna. Yeah. Welcome, Bobby. Bobby in the house, let's go. Thank you.
这不是你也喜欢 B-box， 要不要上台一起玩一下？哎呀！哇哦！赞多老师，这个就是可爱，哈露娜加芭比就是可爱加可爱，再加你再可爱。为什么今天这样子呢？从摸底考核开始，历经第一次汇报演出至今，三次阶段性考试，均为预备队员的有11位。接下来，他们将直接面临淘汰危机。在我面前有11位高手，啊，非常感动，你们刚刚能够非常勇敢站出来，而且你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如何能够竞争那非常少的名额，保到自己的好姐妹。你们需要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完成一支送给好朋友的舞蹈，音乐可以自选，舞蹈的时长60秒而已。要透过你这60秒的舞蹈，把你的情感传达给我，还有其他的主理人，让大家感觉到你们有多么的希望你的姐妹可以留下来。呀，好。是，最终谁能够留下来，谁必须要离开，要靠你们了。在这边也强调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任务有一点点伤感哈，离别在即，可是呢，你们的作品不一定需要都是非常悲情的。就像我们平常跟朋友交往，有些时候可能是你们跟他互动，可能是无厘头的，可能是非常开心的，任何形式是不拘的，情绪也是不拘的。你只要有办法有感染力，情绪感染力，告诉大家他对你有多重要就可以了，好吗？呀，你看起来有点沉重啊，这位仙女。那就计时开始。Hello. 我没想到爱笑竟然在里面。是，我也没想到。对啊，我也挺希望他留下来的。我其实跟爱笑很早就认识，然后那个，对，就他是看着我考进 triple 的，然后就是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是说我感觉可能短短一个小时讲那么多故事，我可能也讲不明白，所以不如我们就去做一些我们很日常的东西，然后来表现一下我们平常的相处方式，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然后呢，我呢也就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我至少尝试过了，就是哪怕可能不能说怎么样的，但是至少我尝试过了，然后也不给他留遗憾。你已经把你们生活的一些小，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的小细节已经变在舞蹈里面，然后一跳出来他就会 get 到，对吗？对，嗯，可能会。这一趴的重点，因为是其实就是留人捞人的环节嘛，对吧？那刚刚也说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和其他的主理人能够感觉到你们非常的情真意切的，我非常的渴求渴望的希望我的好姐妹能够留下来，就这个情感的传递可能会更胜于技巧。所以当然就是你在台上展现了一些你们之间的小故事，我觉得他坐在旁边，他一定能感觉到，他心里面一定会很甜。可这个东西最终还是要传达到坐在台下的我和其他主理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最后会插一个钩子，当你做完了所有我跟你们之间甜蜜的事情之后，那我如何表现强烈的情绪是，请让他留下来，可以吗？如果名额有限，可以是他吗？最后要有一个这个东西。那我想跳一下。可以啊，如果你想要的话 OK 啊，或者我可以跟帮大家一起设计最后那一段怎么把情绪接过去。就是你跳这个出来，有很多动作可能是你跟他曾经一起跳过的，是吗？他会 get 到。对，他会 get 到，他可能会跟我有一点呼应。因为我刚刚看你好像有些动作感觉起来你旁边缺了个人，这明明是两个人要互动的，可是这一个基本竟然是空的。对，我觉得这感觉还蛮妙的，就是也许一开始你不见得在舞台的中间，你就是偏台，我这边留了一个位置是跟他的，我拼命跳了半天，这就明明是有互动的动作或什么之类，这边就是没有人，所以台下人我们就会看起来莫名其妙，就觉得你旁边缺了个人，就会觉得呀，少了他就你就残破了，你的舞蹈就不完整了。
对，我不知道，就是有些舞蹈动作可能就是双人配合起来会最好看，那就去专门挑那种就是双人舞的东西，可是你就只跳了你的部分，旁边就是缺了个人，所以这个舞看起来就是莫名其妙的荒诞，那可能就表达出来了呀。I cannot do it alone， 我一个人做不了。明白了，好不好？嗯，好。OK， 谢谢希望有帮助，加油，待会舞台见。谢谢老师。我跟李安笑，我们俩相处其实就是那种打打闹闹的，然后我也知道他知道自己要被淘汰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心理波动，他不会觉得哎呀我特别的想留或者怎么着，然后我就站起来了。我就把他拽回来。 Hello 老师好。 Hi Hi 老师，开心的舞姿。还好吗？你这边的进度情况还好吗？差不多完成了。是吧？我看你要救的是刘玉轩。是来这里认识最好的朋友。我一直都是比较可能快乐开心的形象，然后这次我准备走一下心。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德华，我现在很紧张。真的？那你现在你的构思大概是什么样呢？我选的曲目是《致青春》，就是他在初舞台唱过的那首歌。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生眠，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的盛宴。因为上一场呢，看到大家彼此之间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最不想与之对战的队伍到底有哪些。大家有三分钟的时间决定不想对战的四支队伍。那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最不想的然后就让我们对了？没事，我觉得我们对谁都行。有点难选啊。首先不想跟毛宁，那不就是不想跟威尔。毛老师芭芭拉拉首选，芭芭拉拉，然后其次毛龙鱼。没什么，我觉得他们的那些五人组都可以一比，但是这个芭芭拉拉就是质感上的区别。我们就选一个，太明显了。好，那两个，一个陪他，对啊，打个半折。好，那你选另外一个，第一个我们都很明显吧，就是那只鱼吧。变形计可以对的，我们要不对那个西湖女辣子 ，boys 吗？不是，不对那个凹凸凹吧，凸凹凸吧，凸凹凸。为什么？因为感觉他们抒情的。抒情吗？那他们歌是啥？他们歌是时候啊。那反正四个都可以写，那就先写凹凸凹。凸凹凸。因为我感觉毕竟是爵士，还是五个人的气氛比较好。五个人的肯定三个人会更吃亏啊。我们不能让他们看见，藏起来。似乎你行，给塞进去。我觉得应该没有组会写我们。我也觉得，我觉得他们都会觉得对上我们。哦，没问题。好的，刚刚的投票结果都已经在我手中了。主理人们，请跟我一起到台上来，我们来开票。好，接下来要请菲菲老师和笑笑老师帮大家开票，那有请天老师帮大家计票。好的。这是什么意思？一组都没有的意思吗？再问一下吧，碳水爆炸组，你们这个是什么？一颗心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谁都不怕是吗？老师是这样，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考虑了很久要选哪四组，然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觉得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就是只是想跳好我们的作品，而且我们这些作品是我们自己是最大的敌人，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要跟哪四组去比，如果真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再说，但是我们想一起把这支作品跳好，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上台要跳这些作品不是要跟别人比，我们是想完成好自己现在排的东西。对对，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展现出去。我觉得空白吧。对啊，选四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还不如空白呢。我觉得他说的对，我们就完成好我们这个作品。我挺赞同的。我也觉得咱们就这，所以这是可以的吗？弃权是可以的吗？ Love and Peace 是可以吗？在一个 battle 舞台上是可以的吗？可以是吧？可以是吧？好，碳水炸弹组弃权。他爱着大家。他是没有，他是没有的呀，没有。我觉得太难了，这个活我要干不下去了。这一组给我画了一只猫，镜头看一下这怎么回事？一朵花，要你解谜呢。太难了，太难了。谁是猪队？谁是猫队？谁是猪队？这个是哪一组？这是哪一组投的票？芭芭拉拉组。
芭芭赖赖怎么回事？画考我们吗？就是我画的这个图的意思，它其实是代表我说那个赖老师，你选一个你代表你自己的小动物，我就帮他画了一只猫，然后我自己是那个小猪猪，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自己。另外一朵小红花是我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给他一朵小红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与自己挑战的一个过程。也许是因为可能不想彼此较劲吧，对吧？但是我可能自己这次的心情就觉得，就是我们做好我们自己，不需要去比较的感觉。那我就画掉了，画掉。好，你给他画一个什么东西嘞？画一只猫，一只狗。啊？你是有什么代表？我是猫。你是猫？嗯。我画的是猪猪。好，因为我属猪。一朵小红花，我们人生需要一朵小红花，每个人都需要一朵小红花。所以会不会就是我们所有的开完了以后，哎，不是，他这个头这个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他爱着其他人，他最大对手是自己，另外一个是其他队伍我都没放在眼里。我觉得又误会大了，又误会了，对，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对，完全没有吧，没有吧。对，我们是不，我们是被剩下来的两个人，好吗？别吧。刚刚这些都算自己一票好了，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好吧？所以刚刚是，哎，对，各一票，谢谢天老师，已经切好了。哎，这组终于有了。哪一组？这组是凹凸凹凸。凹凸，对不起，我们太实在了。他们选的四组是西湖女辣子，不是，是害怕遇到你们，害怕，真的害怕，姐姐们，那害怕。还有碳水炸弹，碳水炸弹，害怕你们，姐姐们。对，变形记，变形记，害怕，姐姐们。怕什么？困难变形，懂就好。滴滴，毛绒鱼。上面，在考你的中文呢。对，好。哇塞！哇这个写的七组。你是不是这一组是把所有人都写上去了？除了自己，所有都写上去了。这是哪一组啊？其他任何。这个是东拼西凑。接下来还有，真的要出个考题啊！微博的网友呢念念不忘你们说普通话的样子，所以今天呢了不起舞社的官方微博就干脆发起了一个教主理人说了不起的方言的活动，所以今天要请两位老师内卷一下你们的普通话。好，中文考试开始了。然后我要在我们的队员里面找一下小老师江南一带的方言。静怡 OK， 来浙江人对吧？对，浙江人，来，浙江人，题目在这，来。是这样的，像浙江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市每一个县的话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都是不一样的话。是的，你说的时候对会互相可以听得懂吗？对，听不懂啊，听不懂耶，就是听不懂，就是像杭州话跟我们丽水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都是浙江，都属于浙江省，但是话都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今天想教老师们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碰到什么事儿，大概就是天哪，老天哪，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是昂铁骨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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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老天呐，就是这个意思。昂天顾怜，昂天顾怜。对，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我听说很多人都是，哎呀，天哪，这个是哪个地方呢？就是普通话，普通话。哎呀，天哪。OK。所以刚刚那个你说每个地方不一样，那个叫方言。对，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话叫普通话，可是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话。啊，那刚刚他说的那个，哎。什么？丽水话，昂贴固连。昂贴固连是大家可以听懂吗？听不懂，听不懂。那我们完全听不懂耶，对吧？哇，他这个很聪明哎。是啊。那你们也听不懂，我听不懂很正常。队友们要努力一下。努力吗？但我学习了之后也你们听不懂对吧？对。
就是我们家乡的话，每个人的家乡都有自己的家乡的方言，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份都会有不同的话，对。但是我们像普通话的话，就是方便大家交流嘛，就是全国统一这样子。所以大家觉得今天这个 Ken 老师和张璐老师过关吗？过关。过关。哇哦！谢谢，谢谢。大话西游这个电影是我和菲菲姐的自制的舞台的作品的主题，然后我是孙悟空。赞多来舞社之前就知道他跳舞非常的强，这一次是他挑战了国风嘛，而且也是一直他都特别想要尝试的舞种。你还在你的甜蜜回忆里面，就这样啊？对，你让他的手放回来。哦，那不得转了？他的意思是这样，你就不去转了。嗯。你过来之后，你就啊，那可能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反正就是哇，那个感觉。但是他可能是走不了之后，然后手搭在脚上，你得洗，开心。可以这样。就这个嘛，就是标志性一点。看一下，然后放下来，然后再慢慢转过来。转过去之后，这个手这样子牵着，也是在小。可以。黄俊老师。你的手型就是这样。The left part。跟他说一下。你不要这样子去。我最后那我就不抓他了。对对对，你猜你的，哎，你的内心嘛，这个故事是在你内心的嘛。那我就这样大的过来以后，哎，甜蜜的，对，内心，对。我转过来，因为这是标志性的东西。哎，对呀，对。你越甜蜜，刚才在这里一段非常棒，你知道吗？非常非常棒。哎呀，我能跳明白就好了。很漂亮，很好看，真的，然后好多人都想哭了，刚才的，真的，耶，只有这个，就是这个，对对对，对，嗯，你那个棒下来的时候再响一点，好，就是折磨自己的，嘣，哎，折磨自己，点不起第一电的那个 battle 的时候，也我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了这个歌。社长和各位主理人，那我们知道现在七位要最终来角逐我们固定队员名额的成员，他们正在进行最后一舞的排练，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主理人和社长来聊一聊。首先想问问社长，因为其实每次对主理人他们的表现您也是有考核的，您的一双慧眼不仅是看着队员，也在看着他们，你们觉得决赛舞台的表现您有给他们再升级吗？这应该是他们评价我吧，他们那么优秀，领导先来，哎呀，都这么熟了怎么评价呀，领导先来。我就请社长给他们每个人选一个关键词吧，啊，你觉得最能代表他们这一季表现，眼泪多多啊，眼泪飞飞啊，两个好好奇哦。然后后来学会了，我不是上次不是有讲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特别会学那个笑笑老师吗？我上次一下脑袋空白没想起来，我没学，我这次特别背了一下，来，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好帅，每一组都特别喜欢，我觉得几位老师都特别好，本尊来了，这是送给潇潇的
关键词，接下来送给 Ten 的关键词。紧张，有点紧张，有一点，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心脏，它是心脏，心脏。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是模仿秀，来再来几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好的，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赞多那个是，哎，多多是哎，我觉得，五对对对，不知道了，不知道了，看都有人跟你搭上戏，他心里面只有毛毛，其他都不太熟。毛正熙，毛正熙，毛正熙，是不是毛正熙？你说一下毛正熙。毛正熙，你干嘛？毛正熙，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眼泪飞飞，然后眼泪多多，然后就是有点意思。心脏，心脏，心脏老师，心脏老师，很有意思。哎，我们把模仿秀继续下去吧，菲菲。社长，社长，我忘了还要评价我是吧？刚刚都没留情。社长菲菲，你觉得社长哪个词最符合他？社长啊，其实今天我有观察到他有个小动作。嗯哼，你自己知道吗？不知道。我来了。没有，他在就是在念那个票数的时候。好，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票数。毛正熙这边是45票，这边50票，恭喜你们毕业。对，装可爱的意思吗？不是，你就会跺脚，就是你念完一段话，你就会给自己一个肯定，立正一下，立正一下，就是觉得 OK， 我说完了一段话了，就耶，这样有吗？有，我们导演表示有。哎，你好会观察啊，菲菲。他好会学哦。不是，我跟你说，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把后面的问题往前提一下啊，因为经过了不起五社之后，很多的观众表示，打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王菲菲，说你在节目当中跟他们当时在别的节目里看你的印象变化很大，你自己知道这个变化大概集中在哪两个形容词上面吗？就有，应该很多人没有接触我之前，或者有看到我其他的一些节目的话，可能会觉得我很严厉、很凶，然后就不太好说话，很酷，不太很飒，不太爱笑，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嘛。但是就是来到舞社之后，我觉得我天天都好开心啊。然后可能在台上就跟弟弟妹妹们，包括跟就是哥哥在一起，就是觉得我们就像真的是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哎，哦，又来上班了，就好久不见，又来上班了。今天我们学的是哪一堂课呢？然后而且就包括就熟了之，我就熟了之后，我就是可能就经常会开一些玩笑啊，也慢慢的我自己的性格也打开了很多。嗯，程潇觉得我们王菲菲作为主理人做的怎么样？哦，我觉得非常好，蛮好的，蛮好的。我很喜欢，对。那菲菲姐跟你合作之前的印象，就是在我们了不起舞社碰到菲菲之前的印象有很大的不一样吗？我觉得还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是朋友认识，跟观众从电视上看到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我觉得跟我认识的菲菲姐就还是蛮像的，但是可能因为通过录制的话我们就变得更亲了，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贴贴，对，我们经常讲话时我们就喜欢贴在一起，就美女都喜欢贴贴的，你懂吧？对对对。所以今天当她和李斯把你夹在中间的时候，你气不气？还好我坐在他们中间，不然我都没有人说话了。这个位置安排的呀。那哎，我们也彼此的分享一下对对方的初印象和我们整个一季的舞社下来对彼此印象，看看有没有一些改变。说到菲菲，我们也挺赞多来表达一下跟菲菲之前印象和合作完这一季之后有没有什么差别。哦，差别，我第一差别第一的印象是我对我来说很谦卑吧，对，所以姐姐，所以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点怕。是我发现了，害怕，我有点怕怕。不是不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刚开始第一天录制的时候，还在那边，就还有什么旋转木马，